陆逊的追兵可有追上？回大都督，不见踪影。好，给我追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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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父亲，当年长坂坡的时候，要比现在的情况惨多了。可后来，赤壁一把大火，不是烧掉了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吗？有知己啊，平儿。马良有消息了吗？ 他生死如何？他劝我不要离开荆州，朕应该听他的话呀。父亲，吕蒙虽然可恨，可他到底是敌人呢。比吕蒙更可恨的是，刘封、孟达，他们不但是父亲的部属。 更是主公的侄儿啊，竟然拒不发兵，坐视父亲沦难。啊，将军，将军，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将军，四面八方全是兵马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是曹兵吗？黑灯瞎火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不是曹兵。 曹军多北马，嘶鸣声高亢，蹄声清韵，外边的战机是南马，蹄声之重。平儿，是吕蒙到了。父亲，麦城三里小过，吴军都是生力军呢，我们只剩几百兵马，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呀。我看，趁敌立足未稳，我等护着你冲出去，赤兔马快。 他们追不上你！哼！你要想逃生，昨天我已经去了上庸。开门，迎战！将军，父亲，将军，你走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留下来阻击吴军。 关羽一定没有走远。看清楚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吗？天色太暗，看不清楚。此处是麦城，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了。
一定是往上涌走了。都督，关羽的赤兔马太快了。他的赤兔马是快，不过从樊城到这里，他们已经狂奔了三天三夜。就算是赤兔马，也早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你骑个毛驴也能赶上他。大都督，好像是陆逊的声音。大都督，你让人听令，打上我的将旗，率领人马往西边去。我带着剩下的人往南继续追击关羽，陆逊准追奔我的将旗而去，明白吗？诺。诺。跟我来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上将军，吴军很快就会追来的。不要紧，从麦城出来快200里了，人不累马都累了，让我的赤兔马歇息一下。樊将军，吕蒙在此等候多时了。Go!
总有一天我会战胜关羽，我做到了。我要用关羽的人头，祭奠你的在天之灵。大都督，主公有令，不可斩杀关羽。你来晚了。建安24年冬。 一代豪杰关羽被东吴所杀，时年58岁。